好，来啊、我们所有的党团都已经到协商会场。我们首先来介绍啊、这个列席协商的机关代表，司法院啊、秘书长吕秘书长啊，好，还有我们大法官书记处王处长，好，谢谢。法务部张参事，哈、啊，谢谢。国防部邱上校啊，好，谢谢。内政部罗专门委员啊，教育部倪专门委员，还有人事行政总处黄主任秘书。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协商啊。首先，我们就从啊所剩下的八条啊来进行协商。那因为条文通过之后，有一些保留的说明会随着更动，最后我们再处理啊、这个说明栏的部分啊。那么我们首先进行保留部分的第一条是第十条。那么第十条，时代力量党团是有一个修正条文啊、能不能啊、请司法院秘书长再来针对第十条说明一下，然后我们哈，然后也请时代力量啊、哦，再针对第十条大家做一个沟通啊、哦。那我们现在算是第二轮的协商啊、哦。那么协商如果啊、有一些条文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我们啊、下个礼拜二下午两点半啊、哦，我们就来进行这个法案的处理啊、哦，因为有些条文大家有各自的立场，不见得每一条都一定会有共识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就进行第十条的一个啊协商，来请秘书长。主席各位委员好，基本上就是让我们上一次说明过了，就是说大法官呢，如果他自己有认为有应回避的，他就依照第十条的规定来回避了。嗯，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无从去告知啊。啊，因为，可以想见，就是说，这个条文要求大法官呢，要，跟他讲我没有这样，没有，那是一个很怪的程序了哈、啊。所以我们认为这一项应该没有增订的必要，还是。黄委员。这项完全不会是很怪的程序啊，就有关于自己在这个个案当中对于所谓司法权的行使，特别是最重要的司法权的行使，是不是会有导致最后裁判的结果让大家影响它的公正性，利害关系冲突的揭露这件事情，在台湾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向来都没有被得到必要的重视。过去这五年来，你只要去看有关于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揭露义务的强化，是过去这五年来美国在讨论最高法院改革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要求这一些大法官针对有可能去影响到外界对于这个宪法法庭所谓裁判之客观中立性之事项去做资讯的揭露，时代力量党团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揭露了以后，当事人要不要申请回避，他的同僚认为有没有回避之必要，后面都还可以决定，
但问题是要求他们做这些基本的揭露，老实讲我不了解挚爱难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这个是在司法权公正行使上面本来就应该有的要求。好，那其他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保留。好，那这个司法院这边对于这个黄委员的这个说明，坚不坚持？我们觉得这条还是，这一项还是不适合定了。好，那第四条我们就保留哈。来，我们进入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的部分啊，大概也请司法院再说明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请时代力量党团也再说明他们的修正提案啊。来，请。第十九条的部分呢，主要是说这个时代力量提到说，法院呢要把这个同一个事件标的的利害关系人都通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的第四款哈，增加要告知第九条的各项情形。那么就第一个部分呢，同一事项告知的部分，第一个，以目前大法官的这个座位哈，所有同一个事件标的基本上都会合并的。好，那第二个。我们也会把这个现在依照新制哈，受理的情况都会上网再公告，好，那万一真的是有一些漏掉，可能案子申请进来还没有进入大法官受理的话，那么我们还有第四十一条可以裁定扩张哈，所以就目前来看呢，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机制在哈，不必要再通知，因为它都是这个同一个案件在审理的并案审理的人了，这样。好，来黄委员，你说同一个案件全部都会并案审理，法条的依据在哪里？如果按照你这样子讲了，后面判决效力扩张的条文就没必要啦，就应该要删除啊，因为你不是说所有相关联的案子涉及到同一个标的、同一个法规争议都会合并吗？那我现在就直接请教啊，在你们所设计的宪法诉讼法里面第几条？说这些同一标的的案件全部都一定会合并啊，不要再去讲说得合并那样的条文啊，对诉讼法有基本认识的人都知道那个条文的存在就是弹性的啊，你如果确保所有争议的标的都会合并，可以啊，把法条写清楚啊。那第二个，那没有合并的案子你就不要给他扩张效力啊，把扩张效力给删掉啊。按照刚秘书长的说明，如果要按照你刚刚那样说明运作，可以啊。条文在哪里？你不能坐在这边解释的，都是你自己在脑袋里面空洞想象出来，根本跟现在大家看到的宪法诉讼法的条文就不相契合的运作啊。我上次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你要合并可以啊，去合并啊。你合并以后就没有判决效扩张的问题啊，你一方面又要判决效扩张，而另外一方面连诉讼系数的事实都不愿意告知，让人家有机会来表达意见或者是请求并案的权利啊，这样子的设计我没有办法理解啊。这个要不要再回应一下黄委员的啊？处长，来。在现行实务上，那个大法官在处理每一个案件受理不受理的时候，都会写一个审查报告。啊，这个审查报告呢，那当然是说，如果是建议不受理，这个案子就结掉；如果是建议受理呢，他通常都还有一段。啊，那就是如果发现还有前案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案子呢就并由前案，并由另外一个案件的这个 A 一并处理。好，那这个而且这个时候呢，可能会从 A 大法官手上呢就直接的并案并到 B 大法官手上，然后这个大法官呢就是重新的补一份一件案件，这是我们实务上
这样做，那我们的分案规则也这么清楚 的处理。那至于什么案子要并，什么案子要不并，那当然是说如果单纯的一个案子只有一个审查标的的话，那是很简单。那有的时候一个案子里头，当时一个案子里头可能有两三个审查标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只有其中的一个审查标的是跟别人的案，就是跟另外一个案子是有关的，所以合并与否哈，其实，这要是看这个审查标的而定。那基本上来讲，现在的实务呢是非常的注意，都注意到要去合并。好，那四十一条的存在呢，是一个是实务上发生的一个案例的一个例外。好，那只是说就怕这个是一个补遗的条款，而且是一个补遗的规定。好，是当然不希望用到四十一条以上。好，来，请黄委员。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一直说现行实务上面都会并，那没有关系啊。你现在宪法诉讼法对你所谓实务上面运作都会并的法条在哪里？这个、你讲出来啊！是现在没有法条，我们对啊，那你自己不就承认了没有法条了吗？在审理，就是说审理规则，审理规则我们会定的，就是说不需要今天大概今天宪法诉讼法好，我们司法院提出一个95条架构，其实跟各位报告过，它其实采取的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规定哈，那就是说，希望有很多比较细节性的事情哈，或者是说，大法官让他有一个这个审理的一个弹性在哈，那就希望比较多的事情放在审理规则去处理哈。那也之前我们也通过了18条，就是只要是案件受理之后，我们会把申请书跟答辩书都公告在网站上面。好，那每一个案子只要受理了，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件案子的这个申请的事项是什么啊，包括别人的申请事项是什么。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也会公告说呢，将来一定会公告说呢，这个案子呢，如果标的相同的话，那大法官是就决定说把这个相同的事项呢，同一个标的呢，就会同一的处理，将来都一定可以做到这样子。好，那至于这个比较细部的怎么样去形成，好，那这个是不是希望能够留一个空间在，将来我们在审理规则会清楚的这个形成。刚刚在讲的哦，全部都是原则重要性之事项，这不是什么细部的事情啊。诚如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你说就同一事项，你们都会并案。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那我的要求很简单啊，在法条里面写清楚啊，要不然你都推到以后的审理细则里面，而且是针对这么重要的事情，当事人针对我有可能受判决效力扩张之事项，不需要有受告知之权利。我再说一次哦，当事人针对我有可能受判决效力扩张之事项，有没有得到受通知之权利？你把它称为是细节性的事项，我必须要不客气的讲，如果这是司法院的立场的话，将会是我国诉讼法学最大的笑话。我再说一次，会受判决效力扩张之事项，当事人没有受诉讼告知之权利，这件事情司法院把它界定成是属于所谓细节性之事项，将会是我国诉讼法学一个最大的笑话。第二个，你刚刚所讲的东西，在现在的宪法诉讼法里面根本没有被贯彻啊！你要把它写成说，就同一个事项，原则上都会合并，但如果有涉及到其他之事项，而会使得审理庞杂，不在此限。你有这样子条文的规定，我也可以接受啊。问题是根本没有啊！你前面既不给他受通知之权利，没有给他听审机会之保障，你后面又坚持一定要有受判决效力之扩张，然后面对这样子一个荒谬的设计，你给大家的答案是说，不要担心啊，我们都会并案，写在哪里？这么重要的事情，结果给大家的答案是说，不要担心，我们以后在细则里面会写。这个是负责任的，在规定宪法诉讼法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吗？这个黄委员所提到的啊，既然在审理规则里面，你们会把它想到，
劣势权利扩张，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相关的一个规定，如果把它定在法条上，它的难度有多高？你讲原则还是整个所有的细则？不是说所有的细则，就针对这一个案子而已啦。如果按照你们这样的讲法可以成立的话，家事事件法都可以重写的啦。相牵连的案子必须要合并审理，受通知的权利、判决效力扩张正当性基础的保障。当初怎么在设计民事诉讼法，怎么在设计家事事件法，全部都忘了。爸，这个有道理的啊、在前一次的协商就请司法院啊、委员的提案，如果觉得可以接受，而且他的道理是一贯的，跟你的审理细则是可以衔接，尽量就采纳委员的意见。反正本来你们的目标也是这个样子嘛，那就减少彼此之间大家对于法条未来的争议。来，那个余委员，我这里想要请教一下，个别受理后。来，那个委员有问题要请教啊，请教一下司法院哈。现在就是说，那个黄委员他的第二项，他主要讲的是说，如果有跟他申请的案件具有同一法规范或争议的其他申请案件，那宪法法庭就要通知他们来，因为他等于是会收到，等于是说有点诉讼参加那种意味。那现在我不晓得说，你们是遇到有相同的，你们当然就会把它并案进来吗？是。那如果说是会动，当然并案进来，当然就会通知当事人嘛。那现在这里就刚刚的这个黄委员在讲的是说，你们所谓当然并进来，那个是在第几条？他是用审理规则里面来定的。那这样啊？还不存在，渺渺虚。不是，不是因你们在法条应该有一个法，也就是如果相同的案件，没有说因合并啊，就是现行实务就向来都说一定合并。那现在又说没有一定要合并，我是在骗人哦。我没有说一定因为不合并了，我刚刚是说现行法律没有明文，但实务上都会合并。啊，既然实务上都会合并，你就把它写在法条上，有什么困难？好，来，我这个是学习呀、啊，学习呀、啊，听了一下，好像有点了解，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我听的大概觉得，你们认为就是说100%的话，你们自然一样的内容，你们就会把它合并。可是同样的名称里面，可是它可能它的细节上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不一定可以把它合并，这是你们刚刚处长的说法嘛？是，是，这是你的说法嘛？所以你把法条定死了以后，那即它这个合并起来，怕会有另外里面有细节不一样的细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这是你刚刚的一个说法嘛？那如果是照这样子讲的话，你把法条明定出来是一样的东西的话，当然就可以并的话，在法条上就没问题嘛。那如果它是细节上有些不一样，这个就不能是一样的东西，就不需要去合并了嘛。那部分相同，部分不同啊。对啊，那你就等于就说100%相同的并案，法条定下来 OK 的。可是有不一定是每个案子是100%相同，那就不需要去并嘛。那这样有什么困难吗？现在黄委员要求的是要通知啊，那事实上我们现在连就是这个和上次也谈到嘛，就是如果是受理的就直接进入实体下一步，不会去通知嘛，事实上也没有必要通知，除非做成了不受理的决定了，那就是用裁定去送达嘛。那今天这个案件就是我们也一再报告过说，如果受理了，我们就会放在网站上，放那个案子里头，我们就很清楚的去公告他的申请书跟答辩书嘛，也会公告说这个案子的标的嘛。啊，如果下一次第二件相同的标的进来了，我们也会在同样的这个案子受理，第二件受理之后，一样会去公告他的申请书跟答辩书啊。那这个时候如果大法官这个刚刚说审查报告就会去提到，所以就变成说，如果大法官认为说这第二件跟第一件的标的是一样的时候，大法官自然就会去公告说，那第二件跟第一件我们会和大法官会合并的去处理。好，那这个跟
跟所谓的这个诉讼法上的诉讼告知是两回事情哈。那诉讼法上诉讼告知，它是诉外人，好，那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是各个申请案的申请人，大家都是当事人，啊，这个情形是不一样的。好，来，先周委员，再黄委。我请教一下，因为现在黄委员就是第二项哦，他最主要还是要要求来通知其他的申请案件当事人嘛，哈，所以这边就第一个有没有合并，那合并之后有没有要通知其他申请案件的当事人？那当然合并的话，照刚刚这个处长的解释，其实我也赞成说，我们这个宪法诉讼法应该是一个低密度的规范，你不可能把细节技术都定在这样的一个规范里面。那宪法诉讼法跟我们的家事事件法的合并也不尽相同，所以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可以来做一个明确的认定说，哎，这个第二项通知其他申请案件的当事人，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透过第一项的规定就来解，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了？因为第一个也是宪法法庭在审理案件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他得依职权或依申请通知当事人或关系人到案说明。所以我在这个案件我在审理的时候，我依职权或依申请我通知当事人或关系人到庭说明。那合并的话，我当然也是照这一条这一项的一个规范来通知，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那说如果说是可以做这样的解释的话，我个人认为说，我们就是一个宪法诉讼法是一个低密度的，还是应该尊重大法官他们在审理细则上面的一些措施，那是不是不用定到这么细节上，这是我的看法。好，来黄委员。刚刚说在诉讼法上所谓的诉讼告知，是去告知诉讼外以外的第三人，不是告知当事人，其他的案件全部都是当事人。做这样子的说明，显然是对于诉讼，什么是诉讼当事人，什么是诉外第三人，提出了非常混淆的说法，完全欠缺诉讼法上面的基本常识。我为什么话讲得这么重？在 A 案件当中，甲乙两个人是当事人。在 B 案件当中，丙丁两个人是当事人。是没送达。请问，在 A 案件当中，丙丁两个人是当事人还是诉外人？当然是诉外人啊。每一个诉讼，谁是当事人，谁不是当事人？我不会因为在另外一个案件是当事人，在这个诉讼里面就变成不是诉外人。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说法？第二个，我再说一次啊。你如果说今天是要以上网通知公告来取代诉讼告知，我欠难同意啊。那等于是什么？我提了一个宪法诉讼了以后，我还负有非常沉重的义务啊。我还一天到晚上去司法院的网站啊，看是不是有人跟我提出一样相同的案子啊，有发现的时候，然后我赶快想办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第三个，把它归类成是所谓细节性的事项，完全违反了诉讼的基本法理，判决效力之扩张与受通知保障、受听审的权利，这个是宪法诉讼权之核心的。司法院为了帮自己这样的条文辩护，连这种是细节性的事项你都说得出来，我再说一次，我绝对不同意。以后我也欢迎你们针对你们今天在这边所发表的高见，在办有关于宪法诉讼理论的学术研讨的时候，出一篇论文好好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司法院今天会坐在这边，敢告诉各党团的代表以及未来所有会受到这一次会谈记录影响全国的法律人说这是属于细节性的事项，我无法接受了。今天你说有同一标的的案子你们都会合并审理，所以不用告知，你如果要这样处理我接受，条文写清楚，条文写清楚，反正你都合并审理嘛，那没有关系啊。那既然你都会合并审理，
那就把它写清楚啊。那第二个啊，既然你都会合并审理，那也没有必要去规定判决效力的扩张啊，扩张到其他没有被你合并的案子，可以啊，你要这样设计也可以啊，你要用合并审理的方式来去扩大判决效力的范围，这个是我们在追求纷争解决一次性的时候可能采取的立法模式之一。另外一种模式是没有一定合并审理，但是我确保你有请求表达意见之机会，当你的听审权被保障的情况之下，要来不来你家的事，但是已经足以正当化我判决效力扩张之正当性基础，这是规范模式二。你不采取规范模式二，你要采取规范模式一，用合并审理之方式来扩大判决效力之扩张，我同意啊，我要求的很卑微啊。这既然是涉及到了有关于诉讼权之核心、听审权之保障，请在条文里面写清楚。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跟这边所有的党团代表讲，跟所有的法律人讲，这个是属于审理细节性之事项，我绝不同意，我无法苟同。我诉讼法学了二十几年，第一天听到这样子的理论，还是从我们司法院的代表口中讲出来的，我难以置信。这个如果依照黄委员的建议，在第一个方式来处理，有什么自爱难行？文字刚刚怎么写嘛？对，有什么自爱难行？而且文字也不长嘛。为什么要在审理规则里面？就是合并诉讼。会有没有什么后遗症，还是自爱难行？好，因为你既然在审理规则都会说明清楚，表示你们会朝这么做嘛。那文字如果很精简的把这个意涵纳到主文里面，未尝不是更明确的一件事情。这有没有什么自爱难行？写了之后有什么后遗症呢、啊？啊，必须定。小姐，完结了，没东西有了。对啦，阿德，你要把那个精神写上去嘛。阿德回讲，看看有什么后遗症，会有什么后遗症？啊，长德已经上一次就回去，请他们要好好的思考了。为什么？这个在书上啊，有一些这个案子啊，也有上万人啊，最近就有了。那个通知啊，没办法，没办法这样做。全部到到了。最近像连改的这一些都有可能的，那个数量都非常大的。好来。啊，对啊，所以你现在终于讲实话了，通知麻烦嘛？那你说有上万的，那我现在请教你啊，刚按照你所讲的原则，所以你现在你确定你要采取的审理模式是合并审理吗？啊，如果是合并审理的话，按照你刚刚那个数字，全部都要合并啊，不是吗？会合并啊？没有嘛，我现在跟你讲啦，不要跟大家打迷糊仗啦。你要的最后的终局结果，我知道，就是判决效力之扩张，大家都受拘束，这个我也同意啊。但是你要判决效力之扩张，不是没有前提的嘞。啊，你想清楚啊，你要用合并审理的模式，还是要保障他听审请求权的模式？讲清楚啊，你不能够最后出来的答案是，我也没有一定要给你合并审理。我也不想要保障你受通知有可以请求听审之权利，但是我最后就是要判决效力之扩张。那讲白的就是这样嘛，你要的只有最后判决效力之扩张，前面的你没有要啦。那是不是我们，这一条我们想一下看，也有刚刚向柯委员建议，就原则性的规定，看有没有办法对啦这样的一个文字。嗯，是安装了，但是哦，以后这个哦。宪法诉讼已经案子很多了，啊，同一个性质像连改都很几万人了，你原则性把它列出来就好了嘛。好，我们想一下，那个你可能也
造成有的人没有通知到，会有什么后遗症？你怕这个是吧？这个像灵改这个状况很少啦，我有通知到。不会说每一个案件都有几万人呢、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啦。是怕你的审理案件，那你判决扩大，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他不晓得，所以你没有通知，而且他也没有上网看网站啊、哦，那间接就影响到他们的权益。所以你现在不是啦，我们在处理。啊，整个法案的一个改革哦，要朝向透明而且大开大合的方向，不能像过去那么保守，而且尽量好像不敢啊，而且嫌麻烦，这个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啦啊。哎，所以是不是这个我们先讨论其他条，我们来试拟看看。好，你试拟啦啊，将黄委员的精神。还有科委员的建议，就是能够用比较书面通知，嘿，好不好？哎，哦，也可以啊，公告也可以啊。这个书上我知道了，包括这个修改，搞得乱七八糟啊。也要去考虑，如果没有通知到的，那法律效果是什么？对呀，就要考虑啊，就会有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他说啊，如果用公告呢？公告的话，公告可不可以？黄委，当然要公告啊。公告，公告啊，不是每一个都来听送的啦。如果怎么样？如果这样子呢？怎样？你谈到公哪用公告呢？不行。我就讲嘛。你们刚刚在讲的一路，不是都说要合并审理吗？啊，我就请你们，你的条文就是把你要的合并审理的条文写出来啊！我从来没有坚持说要用我现在采行的规范模式二啊，虽然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了，你们冷静想清楚以后就会发现，我现在采行的规范模式二，赋予听审权利之保障，跟扩大判决效力的结合，绝对比你。在这里跟大家讲说，你们要采取合并审理的模式，要更节省劳力时间费用。你们回去冷静想一想，就会知道，这个不用太花脑筋了。好，第二个，你如果今天在这边还是要继续糊弄大家，说不用啦，不用通知，因为我们都会合并审理啊。好啊，那没有关系啊，法条写清楚啊，就来合并审理啊。好，那这个你们就试着草拟一下了，好，原则性的问题啊，好，草拟一下，好，第49条我们再保留，那尽量草。那当然有的部分要在这个审理规则去处理嘛，那你这个原则性的问题要写清楚而已。看看用什么样的文字啦。你有一个原则啦，细则里面再把那个原则再来做一些扩张啦。写的太细去绑，在法条里面写的太细绑死自己啦。这样会纠纷的。好，来，我们进行32条。32条啊、我们有两本啊、哦。那么32条，我们司法院啊、哦，司法院有提一个修正案啊、哦，32条。司法院要不要说明一下第32条？你们再提一个修正条文嘛啊、哦，保留的修正条文第32条。对，就是关于上一次委员提到说这个不受理啊，是不是要全部附理由哈、哦？那因为在我们这一部诉讼法之下，将来有裁判宪法审查。那个量会非常的大的哈，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各位认为说这个不受理都要附理由呢，至少在裁判宪法审查的部分呢，啊，给我们一个弹性，就是得不附啊，也可以附，也可以不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提出一个再修正案哈，这样就除别有规定外啊，应附理由。那别有规定就是指裁判宪法审查第61条这样子。嗯哼，好。
那请大家表示意见啊、哦。这一条在上次也讨论蛮久啊，这个包括要不要载明、赞不赞成大法官的姓名啊，这个都在这一条啊、哦。那么来，请大家表示意见。32条，哦，来，黄委员。当初大家说要附理由，你们担心案件量会太多。现在最高法院他们在处理的时候，裁定不受理，大家也都知道，基本上就是用立稿。以民事案件来讲，每年3000个案件，大概有1500个案子以上，将近2000个，全部都是用立稿裁定驳回。未来的宪法诉讼，它的案件量绝对比这个数字要远远低的。那你说，只有在裁判宪法审查的时候，不要附理由，除了案件量的考虑以外，正当性基础何在？因为裁判宪法审查正是攸关于人民基本权遭受侵害的时候，我们在宪法诉讼法里面所要给人民寻求救济的管道。第二个部分，针对有关于大法官他们决定要把这扇门关起来，什么叫做把这扇门关起来？我不受理，代表的就是我不给你寻求宪法诉讼，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宪法诉愿之权利。我要把这扇门关起来，让你踏不进来。要求做决定的这些大法官显明，到底有什么困难？就是负责任啊！我给你这个权利没有问题啊。那我要求你为你行使这个权利负责任。这到底有什么自爱难行啊？你们上次扯说什么要保持大法官新政行程之自由，那我就听不懂了。那如果要保留大法官新政行程之自由的话，那我们干脆强制全部都是采取所谓 procuring judgment 的形态，大家都不要显名啊，全部都是没有名字的这个法庭所做成的判决。那问题是，这跟大家的期待以及最重要的是司法改革之方向完全背道而驰啊。现在在讨论的是未来最高法院之改革，不同意见书的制度都要已经要往未来最高法院改革之方向，这个呼声已经存在10-20年了。过去甚至有下级省法院的法官，他勇于在40审的时候，在现行法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他就写了不同意见书啊，他就真的附在判决后面了。那你们现在在推宪法诉讼法，反而跟大家所期待的，要求法官为自己的判决、为自己所行使的最高国家司法权力负责任这一件事情，这么卑微、这么基本的要求都背道而驰。然后提出来的是要保留给法官他们新政行程的自由。对不起，我听不懂。好，来，其他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这个大概一个问题就是裁定不受理，不受理要不要这个附理由给不受理的人啊？那第二个就是要不要这个大法官的姓名赞不赞成？应该在附理由书里面，大概这两个了。各党团有没有什么意见？是。好，这个本来我们的修正动议是赞成不赞成的大法官姓名，还有不受理需附理由书了哈。那我其实重点是在不受理需附理由书，因为这个你不能
驳回人民的申请事先，然后不告诉人家为什么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至少要这一点呢、啊，至少不受理一定要附理由书。至于受理，我们好像已经讨论过了嘛，受理就是审理继续嘛。好、哦，那现在只是差在说，那需不需要还要把那个赞成不赞成的法官的名字把它列出来啊？嗯，哦，我本来是还蛮坚持，但是就是说，如果因为原来司法院是连不受理的理由都没有要付的啊、哦，所以如果这边司法院可以把不受理的恢复理由书的这个部分纳进去啊、哦，你现在新的这个今天提出来是有，就原则上都要、哦。好，那其实我是觉得大法官啊，因为那天我也不是很懂司法院的顾虑是什么，不过现在大部分就是说，现在我记得现在连不受理由的法官，有的大法官都还会写一些不同意见书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你不写明的话，我们只好这样推测了，就是说你没有特别意见的，就是你，我就会把你当作是赞成的啦，哦，赞成这个裁定的啦，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其实也只有十几个人哦，你除非有特别说你是不同意见是为什么，我们就只好把你当作全部的人都是赞成，哦，那只能这样子啦，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其实司法院还是可以再考虑一下，如果已经是到这个程度了，哦，我是没有那么坚持说一定要写明了，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态度，我还是可以推敲出来嘛。啊、哦，你如果不愿意写其他的意见，那我就把你当作你也是一致的意见。啊、哦，你不能说，哎，我其实意见不一样啊，那你怎么不写呢？啊、哦，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嗯，好，那好来，柯伟，这个哈、哦，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制度的开始啊、哦，才这个宪法审查哈、哦，那宪法审查上开始是引进一个新的嘛，哈、哦，当然接下来案件会很多了，啊、哦，那也目前来讲的话，除了我们引进这个新的裁判宪法审理的以外，啊、哦，现在受理不受理是有附理由的，现在是有附理由，我这样讲应该是对吧？哎，对，啊、哦，那现在就是说关于宪法诉讼的部分。不受理要不要附理由？因为我知影以后，那德国一摆增加五六千件还是有哈、哦。那至于后面要不要再赞成反对，还要那个是这只是前段而已啊。因为一直来嘛，啊，我不见得他真的法律是很完备，所以这一部分在前段的，这是前段的部分啦、啊。那前段马上要什么谁赞成谁反对哈？这个东西倒是我是觉得，倒是不需要。另外，我们来看待另外一个事情啊。同样的东西，立法院很多人民请愿案，大家都在这里哈、哦。人民请愿案一直来，那我们立法院怎么处理？各委员会的时候，有时堆在一起，几百人堆在一起，然后全部不处理，也没有附理由书了，也没有说啊，科学人赞成，谁反对？大概都是这样，这是立完那么提案的部分了、啊，所以当然性质不对呢，完全相同了。那么现在回退到说，宪法诉讼要哦，那其他的部分，当然其他部分都是要理由，目前有理由嘛，不管你实际搞什么，都有一个理由嘛。所以你来大官，往往面对外千件，条条附理由，都不用不会了，不会了。好、哦，这个是。我了解实务上的问题嘛，我们重点是在后面的事情是怎么处理，哦，后面包括这个宪法诉讼，这是一个保障人权部分，后面它重要啦。那头前一部分并不是一，啊、哦，并不是说啊都要大家用赞成反对去表决，这一点对于前段的记名我是保留了，至于前段每一件都要写理由。哦，当然，有是上好嘛。啊，有诶，造成什么结果？我规工都无接就好啦。
应该因为故意是不是这样？我们大家讲清楚嘛，哦，那现在本来就是受理不受理就要都有护理由啊，因为俺舅嘛，经常朝锦衣朝我爸讲，锦衣朝鬼讲。现在每一年受的大概500，四五百啦，差不多吧。啊，这样进入到程序，视线只要十几件啦，这都去上就十倍以上啦。好，让公斤呢，我们讲白的，所以在这里大家思考一下，哦，这是思考一下。这个不受理护理由书，也不是大法官自己，他只是把理由书啊陈述出来，后续行动也是一般的员工在做，也不是大法官自己做了哈。哦啊，不然是我还那么多人要干什么？啊，当然别让我比下单。是如果说不受理是，一些非常平常的啊，像立法院在函复啊澄清人，我们还是有一个自示的嘛，说你这个澄清哈，啊，已经违反什么规定，还是要告知当事人呐，啊。没有说把它累积起来都不理会，没有，还是都有恢复当事人的，啊。那么几年在立法院里面，从来没有曾经成功过半件。因为那是澄清啊。好，来，本院未来要怎么样改革请愿制度可以再讨论，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宪法诉讼法。一开始在推这个制度的时候，所有的 NGO 团体，所有的学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司法院，告诉台湾民众的都是，未来当你的宪法权利在个案的裁判当中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给你救济的管道了。这个是这个制度的理想，这个制度的目标，话也都讲得非常的好听。从一个当事人的角度来讲，我提出申请的案子被你不受理，跟你最后无理由驳回，前面的效果还更强烈。我连一个详细的理由都拿不到，你前面在宣传我受到侵害的宪法权利，我有救济的管道了，根本就是空的。当你在这个制度设计上面，你跟全国人民宣传的事情，在我的个案里面落空了，我要求行使权利的人显明到底困难在哪里，他不会增加劳力时间费用啊，就是这些人就是要讨论啊，他就是要做决定啊，要求行使这个权利的人告诉这个人民说，你所提起来的宪法诉愿没有资格花我宪法法庭的时间进行实体的审理，这么残忍的话，要求做决定的这个人告诉人民到底是谁做这个决定，困难到底在哪里，不要显明的理由到底在哪里。不好意思，我到现在我都还没听到。那这个不受理需附理由书啊，哦，这个应该是要做啦，是很麻烦，但是应该让申请这个事件案的人他得到我不受理的理由嘛，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倒是大法官的姓名要不要载明，这个是比较有疑虑啦。我想大家一个代表还是每一个都要载明，载明起，大家都要载明赞成不赞成啊。这个提案是这样子的，我设计是怎么样？没有，我们是在判决的时候，那个主笔大法官会写出来啊，所以你们就有主笔大法官啊。那你不受理的附理由书，实在没有理由说你不受理理由书不给人家。跟委员长报告哈，原则上现行制度下所有不受理裁定要附理由的，在这一部新法也通通要附理由。刚刚柯委员也特别也提到啊，那只是因为我们的新的这些制度呢，有一个裁判宪法审查，那个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因为
量大是多少啦？因为那个当事人会把这个宪法诉讼当成第四审啦、啊，好，会当成第四审。那我们依照我们的设计呢，就是说，希望将来大法官呢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时间在有价值的问题上面啊、哦。所以，即使在裁判宪法审查案件，就是那个诉讼判决以后救济那个案件呢，也不是一律不附理由，是得不附理由啦啊，得不附理由。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啊，这个希望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弹性啦哈、哦。这个因为委员三是有提到，所以我们愿意把这个再放宽了哈、哦，再放宽。那么原则上附理由，那裁判宪法的案件呢、啊，因为从外国的经验来看，那个量会非常的大。我们希望有一个弹性是可以不附理由哈、哦。那如果说那个案子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值得写的，我想大法官他们一定会写的这样子。所以你增加除本法别有规定外，这个本法别有规定是六十一条了，就是六十一条里面的，就是那个裁判宪法三十二条四则六十一条就是宪法裁判宪法，那其他都要附理由，其他都附理由，对啊。好，那大家好、来问，这个一般都是用另有规定嘛，很少有用别有规定。我们的现行的法制都有了，有的时候用别有规定，有些另有规定都有。法治的文字都有。嗯哼。那怎么样？这个两个议题嘛，一个就是这个附理由书跟要不要载明大法官赞成与反对啦哦。黄委员这两项哦，你都很坚持，还是可以做某一部分的一个协商嘿。理由的部分呢、啊？如果司法院愿意同意啊，载明大法官赞成不赞成，谁做了决定这件事情，我可以让步。但是我再强调一次，当有人决定要告诉人民，你没有资格走进宪法法庭，要我们给你一个实体的决定。谁做决定这件事情要显明，哪有拥有这样子的权利，行使了这个权利还可以躲在后面，我没办法接受。我再说一次，你给他一个不受理，那个结果是给他一个无理由的判决还要更残忍。这个黄委员也可以接受，不必载明同意不同意大法官的姓名，但是附理由，没有，不然是怎么样？我坚持的是，谁做这个决定，关上这扇门，就要载明，就要写明，负责任。这个是国家给你最高的权利，你行使了这样子的权利，要求你显明为你所行使的这个权利负责，到底困难在哪里？来，其他国家怎么样？那个，这个分两部分啦，一个是要不要附理由啦，一个还有法官的名字要不要显出来。那黄委员是坚持法官的赞成不赞成要显明，但是。只要有显明，他附理由部分愿意让步了，好啊。但是我刚好是相反，我重视的是你裁定不受理，你必须附理由啊。至于你不显示，我就全部都认为你就都是认为该驳回的啊。我是所以我反而是前面那个不是很坚持。那前段后半段，在黄委员不坚持，两个都来嘛啊。黄委员是载明赞成与不赞成。啊，你是说要那个吸附理由书啦，就不受理的吸附理由书啦啊、哦，这两个是不同的啊、哦。来，
那这个我想我们也保留一下了啊、哦，也把它保留了，因为毕竟有这么已经理出来了，大概就清楚了。他反正 boss 了，再那一个就好了。对了，后面那个，而且你坐前面那个嘛。对了。对啦，对啦，你对啦，对啦，他要载明啊，他要理由啦。好 ，OK， 哦，啊，这个司法院你们就想一下啦，想一下是要接受怎么样了啊？其他的国家我们没有发现说赞同不赞同的大法官要写名字出来的啦，现在没有，还没有看到。好，好，先进国家呢？对，就是我们现在了解。因为美国跟这东西不同款的哦，美国也没有啊。没有。好，那我们进入第33条啊。第33条，我们33条的部分建议条啊，司法要不要先说明一下第33条？也是那个。第33条是判决哈、哦嗯，判决也是后面就是，吴委员他们有提到，就要不要记载那个姓名呢、啊？大法官的姓名呢、啊？吴委员坚不坚持？是33条啊？你坚持不？这个还好了，就是好，没关系，他讲完再换你，他先问我的了哈。那我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坚持了，因为一样嘛，我用倒推的嘛，你没有表示特别的意见，我就认定你全部都是好一致的。好，来那个黄委员，那个吴委员的意见我尊重，当初没有另外提，就是因为有看到吴委员的修正动议，那吴委员如果不坚持的话，这一条我们会再提修正动议。因为对于同意跟不同意大法官的姓名这件事情，我们坚持，非常坚持。OK， 而且我也必须要说明的是什么？我要说明的是，在司改国事会议当中，在实体判决的时候，要求每个大法官违宪和宪必须要写明表示立场，是司改国事会议的结论。我再讲一次，在实体判决当中，每一个大法官对于和宪违宪的立场必须要写明的表示，是司改国事会议的结论。你要推翻这样子的结论，那就好好的去解释，当初在司改国事会议的时候，大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所为何来？最后，针对这一件事情，大法官个人所持和宪违宪的表决立场应予公开。委员十到人数含主席21人，赞成18人，没有任何人反对。那个要不要说明一下？有司法国事会议针对这一条共识这么高，为什么你们拟出来的草案会跟司法国事会议差距这么大？当然，司改国事会议的决议哈，在司法院的立场就是尊重了哈，那我们会尽量去参考。不过因为毕竟那个讨论的时间很短，好，很短。那大部分都是学理上的问题。那我们，在实务上操作的是考虑的是更多层了啊，更多层能接受的我们都要尽量接受了。好，来，我想哦。可能当初司改国事会议第二分组所有参与的委员听到这样的发言会心寒了。只是学理上的讨论的时间非常的短，人家讨论了多久啊？出席的委员何飞鹏、许宗立、刘连玉、王金寿、王文林、史
石次亮、李建良、吴崇礼、吴寻礼、范立达、林明星、林志忠、孙友莲、陈俊宏、张胜兴、张菊芳、黄宜碧、蔡碧玉、郑丽珍、郑玉山，里面有所谓法界的精英，也有所谓社会的贤达。这二十一个人里面，表决出来是十八票赞成，没有任何人反对。然后人家讨论了几个月，出来共识这么高的东西，现在被司法院评为说他们讨论的时间很短，纯粹就学理上面来加以讨论，最后只作为建议。我不晓得这些委员听到今天这样子的表述，心情到底是什么？这个立法院没有绝对为司法院护航的权利了啊、哦！立法院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啊，能够让未来不管是哪一个院都能够透明化，包括监察院弹劾都要具名，里面还在表决要不要，这个都应该要好好做处理。立法院的每一个法案都具名表决啊，都为自己负责啊，啊，所以啊也应该能够开放透明啊。你看我们现在都是在实况转播啊，好、啊，所以这个各党团想一下啦。那嗯，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好不好？这个是让大家面对的，好、嗯哦。因为国事会议当然是啊，国事会讨论议题很多，每一个议题讨论时间很短，这个我可以认定。但是这么多人。这样有共识哦，可能到底为什么吃完有什么困难？好、哦，反正这个下礼拜大家要面对了嘛，因为等于情况嘛，好不好？好、哦，这个也没有永远的大法官啦、啊、哦，也有任期啦啊、哦，但是制度的建立是非常重要啦啊、哦，所以司法院也不应该太保守啦哈、哦，就觉得怕麻烦啦、啊。还是怎么样呢？案件太多了，哦，然后就能够闪就闪了。我觉得，既然要承担大法官这么一个任务，就应该面对社会舆论的需求了啊、哦！而且也不能太过于把司法国事会议的结论哦轻易推翻了啊、哦！这一点恐怕也会引起社会很大的批判哦。所以我们。所有的立委也背负很大的包袱啦，哦，来，那第三十三条我们就保留，第四十一条。要不要说明一下？第四十一条。四十一条。你说明一下。就是跟四十一条，就是跟十九条其实是连。有连贯的，联动的。我们现在在写一个合并审理的条文。啊来，可以来、啊。这就是如同我刚刚所讲的嘛。那、如果按照司法院刚刚要采用合并审理模式来扩张判决效力的话，那这一条你们就要好好的大幅改写了，就不应该这样写了。嗯哼。对啦。司法院要不要再说明一下？正在写，我们正在根据刚刚委员的建议哈，研拟一个原则性的条文。哎，对啦，对 对, 對，就是刚才讲的嘛啊、哦。因为前面在第十九条那个问题，如果能够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的话，对，那四十一条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调的地方。对对对，你所以。黄委员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子、啊。现在正在同仁正在理呢。好，所以四十九条并十九条一起来讨论了哈。好，四十一了啊，对，四十一了哈。这好，来我们四十九条。是啊，我们有一个高度公司嘛。四十条四分之这个没有问题啦，是后面不记得但啊，这个有没有取消了？有提吗？哈，来那个在哦，我们看那个司法院在第四十九条，四十九条要但书取消的话，只剩下屋委那个有算对啦，他现在啊、哦，那时候就要写清楚一点，应减除于各法规范
议案投票投赞成票者。啊，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那弹数都取消了，这点细则高调啊，后面的弹都取消了啊。弹数的。好。那吴志扬，我还要再修一下。有修一下。啊，不写那复杂啊。立款来那个。你要看那个，那个黄伟，我们这个司法院的修正动议案，只要写一个很清楚的49条，大法官也试过了嘛，对啦，就是赞成的扣掉就好了，还是怎么样，写清楚就好了，他就很简单了啦。49条，我的是正面表述，他的是负面表述啦，简单就是这样，都一样啦，对啦，结果是一样的。他这个是四分之一以上，什么意思啊？啊？这个能不能讲清楚？你现在是把人数的计算减除各法规范议案投赞成票的，所以你是把立法委员的总数，就是未来没有投票缺席的，他们都可以赞成票的，不可以这样子的。你这个扣除是从总额里面扣除啊？对，就是赞成票的不能够算入四分之一来。其他都可以，其他都可以了。好啦，啊，这个也对了，这样比较明确啦。啊，这个来有去了。哎，对了，对了，安尼就是讲，都明确。过来投的人，伊嘛有啦，有管理啦。对对对。啊，这样就明确了啦。大家拢用对嘛？好。投票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可是你这样的写法会变成好像是说，我在算总额的时候，要把那个投赞成票的数字把它扣掉。对。譬如说，没有没有。我现在113席，然后赞成的，譬如说是70席，那113扣掉70之后的四分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很恐怖了。不是啦，不是，这是分子啦，分子啦，不是分母啦。好啦，不是啦，没有啦，就是吼，游委员讲的没有错，你法条的文字不能这样写啊，写清楚就好了。根本就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所想象出来的东西，跟法条现实写的是。是根本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应该是总数扣掉赞成票，其他的都可以在四分之一的范围内了。安对不？前项申请人数之计算，安对不对？申请人数，他的申请人数之计算呢、啊？你当然要扣掉申请人数了，申请是总数，好啦，申请人数啦，前项申请人数啦，好啦，加两个字，申请人数。哎呐，我的申请的这个人是好啦，谢谢，对了，好，这样改这样就文字就清楚嘛，赞成的未使啦，安就对了，他不是算总额，他算申请人数了，申请的人我会扣掉赞成的人，对啦，对了。那文字怎么写？就是加两个申请两个字，前项申请。小二哦，我这高杯啊哦。哪个会呢？前项申请人数之计算。哎，是。好了，黄伟，这样符不符合文字的大家的意思？这文字符不符合大家的意思？意思大家都知道了，啊，这样文字的叙述对不对了？我这种是发论了，把你科研受害嘞。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才看到这个条文哦。我知道，但是上一次他不是这样写的，我要想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上一次有质疑啊，有些没有投票的啊，算不算可以申请释宪的人数的计算之内？啊，这嘛这拢甲算伫内底啊啦，好。啊，即马这边用什么文字来表现会较好安尼啦？所以后面的弹数全部取消。那这有两个层次的问题啊。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去计算四分之一的人数要怎么算这件事情，我没有意见。那为什么说我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表示肯定的见解是，上一次大家对于弹数它在设期间。在解释论上面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质疑，结果他们现在解决的方式是
没有直接的去面对解释论上面按照他们条文的写法所会产生的问题，而是直接把弹书全部都砍了。好，那把弹书全部都砍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会出现的状况就是说，只要满足人数上面的要求，时间上面完全没有设限。那时间上面完全没有设限这一件事情，确定是司法院的立场。我们提出来，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司法院的立场。然后司法院认为，立法委员申请释宪可以完全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是 OK 的。我们本来是认为要有啊，从102年那修正，不过上一次。各位委员觉得说这样子是以宪政的问题，好像对立法委员权限的一种限制哈。我们也认为，这个尊重大家的意见嘛，那就，不要再特别就时间加以限制。对啊，我们已经讨论很清楚，就是那个4条原来的版本的弹书哈，那个都删掉，现在只剩下人数计算，大家讲清楚掉。讲清楚之余，就是要写清楚，这样就好了嘛。我现在没有办法表示肯定的见解，哎，不好意思，哎，没有关系啊，你保留了，反正下次还要处理。今晚不要给拿掉，今晚黄委员，黄委不是反对，他只要再想一下了啊。这个已经讲了好多天了，还想没有时间啊的一个规范，会不会哎呀造成没有关系啊？你要的确可以主张照。电影时期以前留下来那个大完审理安全法，你再去支持我没有意见啦、啊，对吧？大家表态就好了。啊，是你敢不敢讲要有，还是有时间的一个限制？那个、解释法院弄到宪法偷袭的嘛，这很清楚嘛，都那里讲很清楚。但大家要剩下就是说，我们主张那个但是拿掉，啊、哦，那至于人数，因为这个比较没有。没有所谓的期限啊、哦，大概大家要我们就要多久，大家应该不会有意见啊，不要就不要也没有关系。这民国三司法院也支持嘛，都没有改啊，啊，都看安怎改较好安尼尔啦。我觉得各党团对这个意见不会有很大的期限的。我爱讲那个修哪一种，伊是看是既然要偌久安怎，那修没要紧啦。我再讲一次了哈，司法院现在所采行的处理方式是最便宜的处理方式。上一次针对弹书在设期限这件事情与解释论上面所产生的难题，司法院没有正面的回应，处理的方式是把整个弹书拔掉。那表面上面感觉就不必再面对那些难题了，但是这样子的处理的方式，他留下来的问题是，那的确在立法委员要申请释宪的这件事情上面完全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这件事情是不是妥当？我必须要老实说，我持保留的看法，因此我在这边没有办法表示肯定。但是要怎么处理啊？我啦，现在就是说要不要有时间，还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啊？就干那这类啦，较保留啦。立法委员要申请释宪，没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态度已经讲很清楚了嘛。那我们到那边下不要紧，所以到后礼拜大家一定要。负责的嘛，就是这样。上一次司法院是从善如流，应大家的意见把弹书取消掉嘛，哦，啊，委员上次是这样子嘛，啊，现在这个期限大家觉得应该有一个规范，也可以，我想司法院也不会反对了啊，对啊，我们自己党团要有决定，而且这个又啊，大家都不会拒绝的。要启动的话，其实安内啦，啊，再重新讲一次，我是觉得我简单讲一下好了。大法官审理案件法最早民国37年开始叫大法官啊审理规则啦，啊，到民国92年的时候改
审理案件法，可是那个时候是什么？1990年2月5号，也就是说前面改写以前的事情了。这是35年来第一次修，在立法院已经六进六出了，所以那个逻辑是不一样的嘛。那过去没有，大家没有在修，因为都是五进五出，电器五进五出啊，所以没有很具体讨论到讨论的内容嘛。那、啊、这样条他们的内容的时候，一发现说这些弹书事实上，用时间来限制了整个立法院提事先的权利，啊，那个是，而且扩张解释到宪法去，等于包括宪法补充到对宪法偷袭嘛，那已经把立法院权利大量萎缩嘛，然后只有这种理由嘛，弹书拿掉嘛，啊，说完后来回去他们觉得那同意嘛，啊，这样王鸿章委员要加时间不要紧。各党负责嘛，就是这样而已啊。我今天这条证件是这样一个，就是说吴志强委员所提的那个人数的计算，我们把它写清楚，这样而已啊。那剩下就是各党要怎么显现，好，那他自己显现就好。那这样子哦，不是说我现在还没想清楚，那大家拢等你想想热哪里赛？好，这样子，那到底来爱处理了嘛？好了，49条啊，我们这样子了啊，好来，好来。保留就保留，没有什么意见的。我学问比较不好，所以针对啊现在突然这样剧烈的改变，我必须要说，我需要时间思考。没关系，对于我来讲，这件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简单。我再说一次，上一次在讨论的是针对弹书解释论的问题，因为司法院没有办法针对解释论的疑问充分的释疑，我只是没有想到。今天司法院解决的方式，就是把问题全部弹书割掉。这样子处理的方式，我必须要说，非常的便宜。便宜两个字加括号，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解读。所以我刚才非常郑重的问了吕秘书长，说这件事情是司法院的立场，他刚刚说是，那没有关系。因为让整个立法者的释宪申请释宪完全没有任何期间的限制，我需要时间去查资料，我需要时间去请教专家，我到今天才看到这个是立法院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昨天讲得这么清楚，你难道昨天他讲的拢不遵守的对了？啊，你要时间，我们尊重你嘛，反正这个下礼拜大家面对嘛。对啦，你的学问最好嘛。我们啊，所以你不需要时间嘛。啊，你把昨天的录音带调出来听嘛。昨天在讲的就是解释论的问题嘛。告诉你就来这个好啦，这样子啊、哦。你是最大党的总召，你权力最大，可以了吧？这个我们这样，什么叫做我告诉你？你要告诉我什么？黄委员，你以为你是最大党的总召就可以为所欲为哦？我没有为所欲为，我这个我们在协商啊。我讲尊重你，要想袂要紧，你想没关系，我们不要，我们大家很冷静的来。因为这个都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是为了让制度更健全啊！一样给你支持嘛。我们请各党团在下礼拜二提出修正动议案，如果大家确认可以，我们就支持嘛。啊，不然各党团就依照各党团的意见来处理嘛。哈，这个本来就不太可能有一致的意见呐。啊，那各党团就想一下啊，因为上一次啊。的确是有蛮多的，包括49条，有所谓的戒严令啊，什么法令，几个月立法院啊通过确认了、啊，什么紧急命令啊，这个是大家有疑虑说啊，怎么可以剥夺立法委员的这个时间，用时间来框住立法院的权利，所以才建议。啊、哦，不应该有时间限制，那不应该有时间限制，还是哪一项应该有时间限制？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嘛，啊、哦，我们请各党团也可以提出哪一些项目应该有时间限制，而哪一些项目不应该有时间限制？你们看上一次啊、哦，它是包括戒严令、紧急命令，还有立法院通过后追认或逾3个月。
他就嘿，然后还有预算啊，法定预算或条约依法公布后逾三个月啊，还有其他什么约束力的决议预决通过逾三个月，他就不受理。啊，这个当然就限缩了立法委员的一个释宪权嘛啊。那大家觉得啊，这样子如果戒严这个超越啊这个时间啊，你不能释宪，觉得这个戒严是违背人民的意志啊，这个是很奇怪，所以我们是建议把这个删除掉。那哪一些应该提出有期限？各党团回去想一下了啊、哦。所以49条我们一样保留哈、哦。来进入这个戒严时期，我们曾经有38年的戒严，这样，所以这个要考虑时空环境不一样的，这是以前戒严时期的。跟主席报告一下。来，我们这个条文其实就跟限制一样。现行就没有任何的限制，现行对啊，对，哎，那52条时代力量又提出，哎，52条本来有保留吗？哈？啊，现在时代力量提出修正动议，那个啊？前会有回来一下，也是五年没有。哎，大行我叫我那个，我有几年时间，他从我等等在里面，建筑的常务上，现在所有都没有这几个事情了。来，请问呢？嘛，现在是时代力量提出一个52条的修正动议嘛？那52条本来是已经通过的案子，那时代力量又提出修正动议，那个黄委员。你们有提一个52条的修正动议，这个52条本来不在保留之内啦啊、哦，那你要不要再那个来，那个有没有发给好来？这个你要不要说明一下？两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是说，作为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在委员会讨论的阶段当中啊，因为会议程序进行的关系啊。没有充分的就后面的这些条文进行深刻的讨论，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很抱歉，也非常的遗憾。我讲这个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任何对于这一次修法有兴趣要研究立法历程的人，去看委员会的记录，应该会很清楚。第二个部分，这个条文为什么要提出修正动议，它核心的关键在于说，一个违宪的法律，当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不让它马上失效，也就是说，立法者已经认为它违反我国的宪政秩序了，理论上它应该要马上失效，但是我们基于对于现实上的妥协而要去延续这个违宪的状态，这个时候定期宣告失效的制度，延长它违宪状态的这一件事情，在理念上要越短越好。这一次司法院所提出来的宪法诉讼法，它针对法律以及命令分别定的时间是所谓的3年跟2年，我不知道为什么定这么长，因为当初当定期宣告失效的制度面临到批判的时候，当初司法院在大审法的修正草案当中所提出来的时间是2年跟1年，没有这么长，而在立法理由里面在载明了当初为什么大审法的修正草案是定2年跟1年，是参酌有关于澳国，就是奥地利宪法之规定。但是奥地利他们对于定期宣告失效这样子的制度，他们也认知到
当大法官已经认定违宪，让违宪的状态持续太久是不对的，因此他们后来也后续进行了修法，跟当初司法院拟大审法修正草案所参酌的澳国宪法相比，他们又进一步把时间缩短，缩短成6个月跟18个月。那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现在的宪法诉讼违宪审查，我们要继续采取大陆法系的规范模式，让违宪的法律基于现实的考虑能够继续存续一段时间的话，在整个立法的趋势上是应该要把那个违宪的状态缩得越短越好。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这次所提出来的修正草案就是希望能够贯彻这样子的意志。我要求的也没有像澳国的宪法后来所说的那么短，我要求的就是司法院他们一开始本来就这个条文的修正所采行的立场2年跟1年。也就是说，我们为了迁就于现实，还是针对违宪的法律，我们容忍在一些情况之下它会继续的发生效果，但是那个时间如果以法律3年命令2年的情况来看的话，真的是太长了。好，来请柯委员。这个和昨天也讨论过了，哦，把我们你的五视角并案来看待啊，就是说判下来违宪没有立即失效，然后不管2年或1年，那法官怎么判，要不要庭审的问题嘛？不是的，这个五十二，这个有关联嘛？怎么？好，当然有关联啦，啊。所以对于法律未接和命令要3年2年，那洪章认为2年1年，当然我是认为越短越好啊，不是未签订运输如水嘛？对啦，没有办法续签嘛。这门门前大道理，澳国什么国家？就是我们天天，我们实务上哎，实务上，我们在立法院很早，法官大法官事件叫我们要3年内的，嘿嘞，应该1年2年嘛。如果改2年1年，有没有意见？啊，这个是司法院草案什么时候被改到变成三年两年，我就不清楚，啊。这个定期宣告，这委员会被改的是，你原草案就是这样嘛？来说明一下来。立即宣告。若改2年1年失效的这个制度，就是我们刚刚这个黄委员提的啊，这个当然有些时候是要立法或行政措施的改变呐，啊。对，改变那有些是很根本的改变了，啊，可能要很长的时间。暂时很长是立法怠惰啊，立法院啊，把它打完7-3-7啊，嗯，到最后的时候，我一直在赶，最后几天才弄。立法院早上你要处理的话，很快就处理嘛。啊。那我们这个礼拜命令是很快，命令一年。司法委员在审查一条违宪啊。你不要考虑立法院的立场，你要应该考虑实务上应该怎么样。你已经裁判这个违宪，那法律的未接哦，不要超过2年啊，命令就一年。立法院的问题嘛，哦，这个3年2年来，这么多年来，啊，我想请问一下实务上，因为这种不是立即失效的这个解释也蛮多号的啊，哦。那你有没有一个统计？我印象中没有看过，好像没看过3年的，哦，半年、一年，一年、2年的最多啦。2年好像就已经蛮多的哈，哦，通常都是1年呐，啊。那实务上我谈一下哈，哦。对了，实务上不在立完这么久了，我在实践2年，后来立完也没有修了，坦白的，哦，其他。包括1年2年了，大部分都1年了。那立法院很多案子嘛，到最后的时候，大家会把它赶出来啊。啊，时间到一定赶出来，没有人赶不出来，除非53年那个是，那时候国民党认为这是输了裁判嘛，他们不要嘛，所以大家都时间到，每次都是我在司法，我在负责在这赶嘛，那拜托，啊。好了，我们就。就这个改2年1年呐，啊，我说明一下，因为刚刚有委员提到，就我现在查，就是比如大法官4/707啊，关于公立学校教职员续薪办法的违宪，它是3年失效。大法官4/707。3年是唯一这个案例是吧？
是不是唯一？我们再查一下。没啦，你也请求了。那个大不是啦，那个大法官的视线那时候是没有这个连线，因为三年两年是你们提出的，不是委员的建议案吗？那现在我们重新修法，把它改成两年一年，有没有什么自爱难行呢、你是考虑立法院的问题，还是考虑那个事件本身啊影响程度的问题？对，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些是立法，可能有一些有行政的、相关的配合配套。对，因为违宪的情况是很多种了 啊很多种，怕说一种很根本性的宣告失效啊，你全国性你要改，可能那你这样子，你这样子在三年也不够，应该五年啦、所以到你考虑太多，你就你的思绪就会太复杂啦，你就两年，人家也就会把他赶出来，这个各大都三年安不了。我们先统计一下，三年、两年、一年，那立法院审理的情形是怎么样？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吧？除非是立法院真那时候国民党真的多数五三零不修就不修，那是那不要多嘛。以他全部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会把他赶出来了。我给司法院很诚恳的建议哦，宪法诉讼法之制定，它牵涉到的是我们的宪法法庭它的尊严。我为什么话讲得这么重？你们在提送给本院52条的立法理由里面，你们去援引的奥地利宪法第139条、140条的规定，但是你们在援引人家规定的时候，却不肯老老实实的写出来，人家定期失效是多久，就配合你们自己的便利，就把三年两年写进去。我不客气的讲，如果是一个违宪的命令，行政机关要搞两年才能够矫正这个违宪的状态，行政机关根本是怠惰到已经让人无法容忍之地步。为什么澳国的宪法后来嫌一年都太长，把它缩短成6个月？理由就在这里。即使是立法机关也是一样，给你2年的时间做准备，我老实讲已经非常非常长了。各党团针对把它修正2年1年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52条我们就修正啊、三年改2年，那命令未接就改1年。主席不好意思哈、那就是我们当时在研修会的时候有考量关于法规命令，有考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这个法规命令是因为违反法律保留原则而违宪的时候，这时候涉及到的就是修法的问题了。那修法是立法院的事情啊。不是，修法是不是能够，我们当时考量说他是不是能够一年内就把法律修好，让这个命令能够不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我们当时有做这样的考量。啊，这个是立法院的事情啊。是。你把立法院考虑太多了。坦白讲，立法院要过三年就会过了。我们当时不会过30年也过不了。执政在我都当过前部。所以不要帮立法院想那么多了。我在烦恼这个事情啊。好，各党团没有意见，我们就改2年跟1年哈。哦，52条哈，把它修正。来，我们就下一个案子。第54条，54条来，余委员，你这边怎么样？现在看一下，司法有修正条文。你针对哪一条？你针对哪一条，黄委员？不好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请司法院看一下53条的条文？我还没有提修正动议的理由是啊，会取决于他们的答案。我再次跟大家抱歉啊，就是为什么好像感觉大家之前都没有争议的条文，我在协商的时候要提出来，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就是因为在委员会里面完全没有讨论。
好，来，审查报告，这个有一个审查报告第91页，来，审查报告第91页，判决宣告好，我们还是自己私下做。我要请教司法院的是说，好，来，第五十三条啊，我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上一次的讨论是在违宪的法律，它会不会效力及于其他非申请释宪之其他个案上，跟法安定性两者之间的要求，在做比较的时候，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意旨讲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属于立法形成裁量的自由，是立法形成裁量的自由，也就是立法者可以决定的。对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只把它限定在刑事案件当中这样子的决定，即使是在德国的学界跟实务界都有相当高声浪的质疑。假设我们今天确定我们最后所采取所谓立法者的裁量是要延续德国饱受批评立法者的裁量的话，在这个前提上，我还有两个层次的问题要请教。第一个事情是说，当个案的当事人申请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的时候，这里的申请非常上诉的权利是只要我申请启动了，而且真的是涉及该被宣告违宪的刑事法律，就一定会透过非常上诉来加以处理，还是不一定？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那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说，尚未执行或执行未完毕者，于违宪范围内不得再予执行。那也就是说，在其他的被宣告违宪的法律据以为裁判基础的判决，你可以受到这个违宪法律被宣告失效以后它的好处，但是我要问的是，在具体的执行上，所谓不得再予执行是指的由执行法院依照职权来加以撤销，还是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因为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里面，他们所采行的规范模式，如果是在民事诉讼的脉络当中，他要处理的是透过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方式来加以处理。那我们的法条如果要做精简上面的设计的话，所谓不得再执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执行法院依照职权加以撤销，指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在审查会有做了一些修正六款，就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才不受影响。要不要说明一下？就是审查会有修正啦，有修正，多加了一句“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受影响”。这样的修正，审查会有修正过。我刚初步看哈，就是说这个，当初在定这个条文的时候，刚刚方委员提的这个，因为当然是非常非常细的东西，很深的东西了哈。在理由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不过一般我们法律所谓的，比如说得申请，就是他有那个权利，就是要按照非常上诉去处理了，好，而不是说在
非常上诉，这里他还有一关可以把你驳掉。好，就像过去大法官很多的解释，认为裁判，就是说法律被宣告违宪，那么个案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大法官的解释去申请再审或非常上诉。那就是说，在这个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这个门槛，就打破了啊，就不必再沿用其他条件，除非再审的期间了哈。这个，第一个应该可以做这样解释。第二个就是说，不得再予执行了。这个所谓的执行的概念哈，在我们的法律上面，未必仅限于强制执行了，我们可以解读为就是这种法律效果实现，都可以，都可以。包括譬如说我们条文里面抗告不停止执行，不代表说那个是强制执行，就是说它不实现的意思了，不实现的意思了。所以可能，我们要从法学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应该符合这个不得执行的话，就看什么层面。比如你是强制执行，那执行就停下来，好，那其他的法律如果有继续的，那就终止，法律关系就终止掉了。那有些法律关系已经一次就完了，那就完了，那就没办法了，这样子。我想这个我整个很简单的哈，那跟委员来这样回应的，这个是我哈为什么提出第一个问题最核心的理由哈。提起再审之诉，我们把它界定是我的权利哦，只要有再审事由，你就要处理。那因此，只要我再审之诉，只要合法，那既然大法官已经宣告系争法规违宪，就一定有再审理由，所以可以确保会进入实体的审理裁判。那我现在在这边强调这件事情，只是要强调说，因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很奇怪，就除了再审，还搞一个非常上诉，把它岔开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回到非常上诉来讲，我指的就是当当事人向检察总长申请非常上诉的时候，针对那一个依照违宪法律所为的刑事判决，他所做成的裁判，检察总长是没有选择。所谓没有选择，是没有裁量权的，就必须要提起非常上诉。这件事情一定要讲清楚，因为可以在理由里面把它。因为以前我其实有申请过非常上诉，我申请非常上诉状纸写了四五十页。结果我们的检察总长用不到半夜就驳回了。我后来为了这个事情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质疑那个检察总长的决定。那但是反正我就是半张纸回去给你，就认为没有，就是不要提非常上诉。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在外国的立法例上面是走再审这条路，我们因为在刑事诉讼有另外设个非常上诉的制度，而控制的枢纽在检察总长手上，在违宪迈度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大家就要把话讲清楚。一旦宣告违宪，当事人申请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检察总长是没有裁量权的，要把这个申请界定成是权利申请。在理由可以把它写进去，可以吗？好，好，这是很明确的观念的，而且清楚就好了。好，那在立法说明栏，当然说明。第二个哈，我要讲的事情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在执行的时候，虽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执行脉络，但是我要说明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说明的事情是说，你们不写在法条里面，要接下来用审理规则去处理，我也没意见。但是在德国法里面，他们在民事判决执行的情况之下，他是直接去援引他们的民事诉讼法，也就是告诉他你要用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方式去处理。那当然了吼，是不是真的要用实体判决的方式去处理，还是给当事人比较便利的救济管道，也就是把它界定成说这个是属于强制执行程序，必须要依照职权撤销强制执行程序的事项，也就是当事人走的不是强制执行法十四条所界定的债务人异议之诉，而是第十二条所界定的申请异议。这件事情会牵涉到未来面临到这件事情的当事人，
他们在程序上面走的救济程序是什么？如果说按照你们现在法条的规范设计，我光看法条的规范设计，合理的解释是没有要走债务人依之诉，只要依照第十二条申请异议、声明异议就可以了。因为执行法院本来就应该要依照职权停止强制执行程序，而且撤销强制执行，但是执行法院不会知道细征的法规已经被宣告违效之事实，那因此在实务上面，通常是要法当事人促请法院，他为职权是发动，或者是给当事人直接第十二条声明异议的权限。那如果你们在定这里的时候，立法意旨果真是如此的话，我要拜托司法院在立法理由当中写清楚，因为我相信这个法规一过，马上会有学者开始对这个法规进行到底要如何解释适用的文章，一定一堆就出来了。那我们在跟德国法彼此之间不一样的地方，到时候在解释上面一定会产生适用上面的疑义。那宁愿在这个阶段把话讲清楚，你们要不在法条里面写，要在立法理由里面增加，我也没有意见。好，那黄委员的意见。好，再理由说明了，理由说明，好，說明在立法说明，把它搞清楚啊。讲了半天就是五十三条，大概观点你把它弄清楚就好了。好，五十三条就在立法，好来。所以这里再确认一下那个黄委员，所以就是不溯及嘛，对不对？就是说只有个案他能够救济，不是个案。如果刑事的个案，他可以提起非常上诉，但是如果说他不是。不是个案的其他的像说民事，他是不能够提起，不能够用说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来提起再审了。按照我们目前的法条，的确长的是这样。那我只能够说，他们现在采行的立场的确是德国的规范模式，但是德国的规范模式，我必须要老实讲，也有引发相当大的批评。那因此有不少的德国学者认为，就是如果你只限制在申请的个案而不给予其他的话，当初司法院他们担心的事情是说，如果会给予其他个案的话，他们以后会面临到很多案件都来申请。但是你反过一个角度想，如果你不给予其他个案的话，涉及到违宪法律的当事人会采取什么诉讼行为？当事人会采取的诉讼行为就是尽量赶快去申请，因为我有申请，到时候解释下来我才有份的。我如果没有提出申请的话，解释下来我是没有份的哦。那因此他们在对于德国法的批判是说，他这样子的设计反而造成了创造当事人很强的诱因，就是你一定要去申请，因为你如果没有去申请的话，你也无分啦，因为只有个案的当事人才能够享受到那个利益嘛，其他案子的当事人，即使那个法规范被宣告违宪了，事后他们都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利益，它会产生实际上面运作的状况在这里。那既然司法院要采行这样子的规范模式的话，我老实讲啦，就是说，虽然我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没有那个勇气啊。去开创另外的案件类型出来，因为真的开创出来以后，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解释适用，所以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会尊重司法院他们采行德国法的立法模式，所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讲啦，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处理方式，但是心里面也要有数，说他可能会因此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是什么。好，那五十三条啊，就在立法说明栏把该说明的说明清楚哈。好，那我们又恢复到第54啊，那54这个游委员这里啊，游委员先看这个司法院提的修正。那54啊，我们看司法院有提一个修正动议啊，来。司法院的那个，在那个，来拿给他一下。第四页，就是
来，司法院要不要说明一下五十四条你们再重新提出的修正动议来？对，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让当事人也有一个申请权呐，所以我们，特别加上法院得以职权或当事人的申请，啊。好，那议员这样，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这里两个了哈，一个就是说，你既然是审查人权保障跟公共利益的均衡维护，所以这时候去裁定停止审理的程序，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我是审酌这样的情况，那我就直接依照判决的意旨进行裁判，可不可以？就如果他的一个裁判的意旨已经很清楚了，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的主文已经非常的清楚，那是他的定了一个两年的或是一年的一个定期时效。那既然你已经审酌人权的保障跟公共利益的这个均衡的维护，你要去裁定停止，那是不是也可以说，如果裁定停止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所以我看要裁定停止，或是我就直接依照判决的意旨进为裁判。进为裁判很困难，你哪边修法吧？但是这里就是说，你个案的话也是依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进为裁判呢、啊。好，来说明一下了，因为我们在五十四条一开始就有特别提到哈，就是说大法官宣告定期失效，他主文也可以预知哦。他主文如果有特别预知说，你现在就按照啊我的这个解释意志去处理，那法官就可以处理了啊。所以主文的意志对不对啊？哎，对对对对。然后没有意志的话，当然不行嘛。哎，对，一定要修法嘛。对。好，来，来，黄伟。一直生效就好了。那个五十四条哈，现在是修正，对于那个其他案件的当事人，在程序权保障的规范密度上是提升的，就给当事人申请权这件事情，我是完全支持。但我下面有个问题哦，就当事人的申请，如果被诉讼系属之法院裁定驳回，对该裁定能不能抗告？这个要讲清楚，来说明一下。因为未来如果案件系属在地方法院的话，这个法官就说我要结案了啦，然后对于我的申请驳回，那我对于这一个针对我申请裁定停止，然后而被驳回的裁定，能不能够抗告？我来说明一下。这个如果要准许抗告，要另外明文了，因为这个是诉讼程序中的裁定啊，原则上是不得抗告。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重要，我们就把它明文给他抗告机会，应该也是可以的，好，也是可以。好，来，我建议把可以抗告这件事情写清楚，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明眼人啊，知道法官有没有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哦。判决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不裁定停止诉讼程序，我就是用违宪的法律给你宣判下去。只是那个时候啦，效果上还没违宪，可是实际上面大家都知道那是违宪的法律定期失效。所以如果是当事人的话，他当然希望要停止诉讼程序嘛。等到定期期间过了以后，我不要用违宪的法律判了。啊，因为这个会直接影响到最后诉讼的结果，停不停这件事情至关重大。因此我建议当事人可以提抗告，然后把这个可以抗告的权利把它明文写清楚。那这样子就文字可能就是驳回前项申请之裁定啊的抗告，这样就可以了。来再重新你把整个应该加在哪里？就是后面再加一项，来加第二项，然后来驳回前项申请之裁定，驳回前项申请之裁定，申请之裁定得抗告，得抗告，各级审都可以吧？当然，抗告当然是指说依照法律的规定抗告，就三审就一。法律的规定呢，对于三审的裁定是不能抗告，但有些是可以异议的。好，就是跟我们，对，这就在第二项了啊。好，这个处理之后，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个尤委，你的修正案，你还有没有什么？第三审不能够抗告，所以第三审已经是最后一审，那个法规法已经被大法官宣告
违宪，但是时间还没到，然后你申请停止，法官说不准，然后就判了，然后你都没有救济的管道。但是本来终审就是、啊、就是没办法，是没办法，任何裁定都是这样，因为他是最高法院。好，如果没有意见，第五十四条、哦、我们就再增加一个、哦、第二项。驳回申请裁定得抗告，前项。好，把文字好叙述清楚，我们就修正通过啊。第五十四条，好，好不容易有修正一条通过啊。我再来个修正。好，这一条就修正通过。来，第六十一条。六十一条，嗯，六十一条是一样的。判三十二条，一组的吧。五十几，五十几用续名会六个页。啊，那个二十条条文是用续名。不是，你现在不是啊？这个是这个是保留的。对啊，这个没有，他审查会。好，你说。司法院今天提的五十九条，是跟之前我们通过协商条文。OK。那个第五十九条哦，这不在里面。第五十九条，它就跟我们协商条文是一样的哦。你这个为什么还要再提出来？这个应该只有提醒而已啦，就是这不啊，这六个月啊，对对对，这个没有问题啊，这只是数字对照对照前面的啊，对照对对对对对照后面啊，对照后面的啊是六个月啊，改六个月，所以这个会通过了啊。好，那再来就六十一条嘛啊。六十一条来，那三十二条一样嘛，不理由的问题嘛，对。那六十一条恐怕大家都会保留嘛，就保留，跟三十二条一样啊。有没有意见？大家保留六十一条就保留哈。这条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里你就这边你就不附理由，那上面那个就附理由？前面说明，因为。裁判宪法审查、哦、那个量非常的大、哎、那个跟其他的、哎、不一样，这是 新增的制度了，所以我们六十一条呢，如果前面呢，如果前面呢要规定说除别有规定以外裁判应附理由的话，那六十一条就要规定说关于这个、哎、对，就这个地方呢就得不附理由，作为前面三十二条的一个别有规定，这样的一套这样的，还是三十二条是通案式的裁定，对，通案裁定嘛，这个是为了宪法书院的，哎，对，宪法书院，这个是审查题，那三十二条是整个大法官是吧？哎，没有，它是通则，因为我们的。宪法诉讼里面的不受 的案件类型非常多嘛、哦啊、任何一种案件类型都有可能不受理嘛，或者是裁定嘛、哦所以有一个通则性的规定，因为委员认为说、当然受理就没问题了，不受理需要有理由，所以我们才在三十二条说今天特别提出一个条文，原则上、哦、除了有六十一条这个规定以外都要附理由啊，这样子啊，只有把这个裁判宪法审查的这个不受理裁定哈、哦，给我们一点弹性，得不附理由，但是他不一定不附了，他也如果比较有价值的，他也会附这样。充满十九，那六十一条大家怎么样？能不能接受司法院的一个六十一条？我是觉得那个理由啦，理由也没有真的要你一定要写漏漏等啊，就比较那种。没有什么原则的重要性的哈，你们就是像刚刚黄辉讲的那种半夜的就可以解决了，所以那个也叫附理由啊。哎，这个是不是、这个、那个是不是也叫做附理由？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当然我们有一个得不附理由哈，得不附理由就有一个弹性了啊，将来或许了哈，或许随着这个制度的施行，渐渐的有类型化以后，哈。那或许会有，也不一定啦，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如果要得不附理由的话，最好把他那个大概什么状况哈写清楚啦。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就写无理由或什么？因为现在那个制度还没有采行，还没进来啊。因为你这样没有信，没有规范任何的一个准则就可以得不负理由的话，有点就是授权大法官哦，看他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啊。基本上我们希望他能够对，我知道希望是希望法律如果没有选案制度了，他大法官才能够把他的这个时间精神花在执行。啊对啊，你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的案子你就不会选嘛，对不对？哦，怎么样的案子你不会选，那不，所以你就符合那个样子那个标准的，你就你的理由就可以不付，或者是说付一个很简单的立稿的，哦，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啊，不能整个空白授权就是得不付啦。我都觉得是这样，好像太放太宽了一点，嗯。来，怎么样？61条。吴委员的想法，我一样了，我就是那个姓名，我没有那么。我知道了，就是刚才那个大概一样。对对对对。那王委员你的意见，赶快31条嘛。他61条。一起啊，他是我不会退让的。好，61条保留哈，61条保留。那我们回来哦，你是啊，试完19条，跟哈，啊，哦那个试完后面啊，哦，你们看一下司法院的后面啊，哦，第83那个也是随着后面就是改6个月的啊，哦，那84就是改3个月了啊，哦，那哎92。也是修正后6个月内申请呢，啊，就改6个月了啊。这个都是随啊，只是我们上一次的协商通过他们做修正而已。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啊。92是吧？就是司法院这里面嘛，有第83条嘛，啊，第84条。这个是配合调整的嘛？这配合调整，配合调整了。92一项配合让暂时起掉，对了，就配合调整了。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个25呢？院长，院长，那个我的那个修正动议的最后一项哈，就是61条最后一项哈。对，我那边写述明理由哈，那个述啊，如果统一跟前面用语一致的话，是要改成续明啊。续明，好续了啊。嗯，没关系，这个反正这个是保留的嘛啊。你啊，我们你如果说坚持要在院内提出，你就把那个修正动议案提上来就好啊。好啊，这个我们就改续了哈，啊。另外，第53条的立法说明，还有一个95条的附带决议。院长，等一下，那个秘书长，秘书长。配合84条，分开决议最那个哈，那92条第五项要，哎对，就是依照我们这个92条的第五项就删除就没有了，哎对，这说明一下，你说明一下。这个配合49条第一项但书的这个删除哈，我们把92条的第一项，原来92条第一项删掉，对，然后配合84条的这个改回3个月，那就我们把原来92条的第五项过渡条款删掉。有没有删了？删掉第一项跟第五项。好，是这一份吗？对啊，就刚才你看到那个最后一条。好，那我们现在啊，刚才第19条跟41条那个，我们说要并案来讨论，你们的文字大概有没有出来了？大家翻到第19条，你分给大家一下好不好？有印嘛啊？哦。地上的应该好，谢谢。没有了，这是什么东西？24条哪来的？怎么你怎么拿24条？这是第19条吗？是那个司法院说明一下哈，我们是认为这个关于合并，赶快画。
听我讲，二十四条呀。对，关于合并辩论的部分我们认为比较合适，就放在二十四条第一项但书，就是我们二十四条第一项的这个，原来是说得合并审理，并得合并裁判。那如果委员觉得说那个应该要把这个应合并审理跟裁判的意旨放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就在但书加说呢，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第八章的诉讼申请，其申请审查是法规范或争议相同者，好，宪法法庭应就已受理之申请案件合并审理及裁判，好，那就达到这个委员所说的这个应该合并审判的审理的意旨。对啊，你把本来第十九条还是四十一条要加的部分，你现在加在第二十四条，加在二十四条，怎么样？然后我们再把四十一条呢，就特别再加一个说，而未及并案审理之案件，对对对，强调那个应该要并案审理的精神。OK， 好，就是刚才那这样十九条，你的意思是十九条就照你们建议的条文通过？那在刚才黄委员提到的这个相关并案审理的部分，把它放在第二十四条来说明。来把它入法，然后四十一条你们多了一个而未及并案审理这样子，来大家你们看一下啊，这两条再过，今天就有一点突破了，改二四跟四十一嘛，对对对对，好，好了，为了黄伟，等一会儿，那个字眼我想再确认一下，所谓你们这边讲的同一。同一法规范之，这个你们的范围是那个是就同一个争议嘛？还是说，因为我很担心，就是说会不会说同一个法，比如说刑事诉讼法最常被申请释宪，就是大家讲的其实都是刑事诉讼法，但是大家讲的部分是不一样的。这样子你们算是同相同法规范吗？是。然后这样子的情况下，是当然是要会并吗？同一个条文或者同一个款项，就是同一个争议啦，同一个争议是同一个争议嘛？法规范的范围，它是指同一个。如果在法规审查的情况是指同有法规范的，那其他争议就同一个争议，就是同一争议。但你们的法规范其实是系到同一，那当然同一个，他有可能讲同一个事情了，可能是同一条啊，甚至同一条的同一项或同一项里面的同一款，嗯，哎，对对对，这样子。好，我们可以再说明再写细一点。现在在处理第十九条跟第四十一条啊，刚才特别保留说，请司法院能够调整文字的。那十九条，他是把补充的部分放在二十四条来。哎，那个司法院最后十九条的条文，可不可以再给我看一下？我没有啊，那个，我们拿回来。就司法院我所提的本来的第二项跟第三项通知的部分，他们不要，要用合并审理的处理模式，然后修正二十四条以及第四十一条配合修正的部分，这个部分我可以接受。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就有关于揭露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最后一项上面，就你们现在是有加报酬金额价金，但问题是说，前面如果有像第九条所定的这些状况，那为什么没有把它放在揭露的范围当中？好，来，基本上揭露跟那个回避不一样，因为第九条的。仔细看那个原因是非常的多的啊，非常多，尤其是像亲属关系啊，家属亲属，那个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揭露啊，好像没有那个意义的哈。好，那个是绝大多数的情况都不会有这种关系啊，会有揭露的，就是有这种关系的情况啊。因为他来啊，他这个只是提供意见啊，他不像说法官啊，他这个直接指引最后的判断。好，或者是说像一般的，诉讼法里面的鉴定人不一样啊，所以
第九条的这些事由要叫这个来法院陈述意见的人通通揭露哈。各位看一下第九条，其实那项目非常的多了啊，非常多了，其实是不见得是有必要的。那没有关系啊，你们如果抱持这个立场的话，就十九条，我中间第二项、第三项的部分，因为配合他们后面的修正，我可以接受。好，那但是我到时候会配合你们的修正，提出再一个新的修正动议，因为我们可能对于所谓会提供宪法法庭可能成为诉讼裁判基础资料之人，他们在所谓的揭露义务上面的范围跟定性有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你会在第，我会再另外再提一个修正动议，第十九条嘛，对，是，所以十九，但是第二项、第三项的部分我会把它拿掉。好，你现在是第二项、第三项拿掉。然后支持揭露要回避了，支持第二十四条。啊，这是回避那个中央揭露去嘛？啊，光大家要接受，啊，我们个你们提修正到，那没关系，那二十四条这个没有问题吧？可以。好 ，OK。二十四条没问题。那四十一条也没有问题吧？好，那我们二十四条就这么修正，那四十一条就修正通过啊。那十九条，他要提出那个揭露的部分，我们你们再想一下。好，哦，他绝对无同款。我今日阿姨要修提修正动议就，我今日改提嘛。那十九条就一样啊，保留了啊，哦，因为会有修正动议，十九条保留。所以现在啊，哦，保留的条款有第十条、第三十二条。那现在啊，哦，时代力量提出第三十三条的一个修正动议，你们看一下。好，哦，来这一张啊。哦，如果这一条过了哦，第三十条也过，第三十三条，来，那个司委你们有看到的哦，它是在第九条第记载下列事项第九款宣示及做成判决多了这几个字之连月啊，哦，那宪法法庭是主任之大法官人数与姓名。就保留了，好，不要给我，哎，怎么样？就是，把你们看一下啦，就是第九款吗？是不是第九款跟第十款的部分？啊，这个第九款有改没有改？第二项有没有差别？啊，但第十款是不一样的嘛，哈，哦，不是第十项是第十款是宪法法，等下是第二项，啊，判决书应记载同意与不同意主文之大法官人数与姓名。这个就是姓名啦，哈，这个还是黄伟，你是还是坚持这个姓名啦，啊，当然了，这是司改国事会议的决议啊，18-0，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一定坚持的。然后就第九款的部，然后就第九款的部分哦，就是上一次在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我们的职务法庭。他那个判决书做成的时间点产生重大争议的时候，我有跟秘书长交换过意见嘛？那时候讨论的是说，诉讼法所谓在判决书记载的年月日就所何止，处于一个完全不明的状态，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嘛？那你们现在这边所提出来的草案，所谓判决的年月日，你们要特定成是哪一天，把它写清楚。好，那这个就先保留了哈，第三十条先保留。第九款你看法怎么样？嗯，可以了，可以宣示判决的，啊，就是说，我们的法条规定判决书里面记载年月日哈，其实是我们独有了，像跟我们相同，日本、德国都没有，他们都是实务上就是收受判决，所以我们这边呢，有些时候呢是指。评议完成，有些时候是宣判了 啊就不一样。那刚刚黄委员特别提到说，要把它定义为宣示及做成判决的年月日，初步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的。好，那你宣示是什么？就是宣判。哦，宣判。那个，那我稍微不要紧啊。黄委员，你那个做成判决是做成判决还是做成判决书？其实就是判决书啊。做人办事他们其实哈，你哈去看，就是说联邦法院的判决，人家写得很清楚，哪一天延迟辩论，哪一天决定，一
条一条清清楚楚的，在判决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清楚的把你揭露出来，哪一些法官做的，也很清楚的都写出来。他这样子清清楚楚、干干净净，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不是很好吗？哦，这个不能得无罗嘛。那司法院针对第九款这个没有问题啦，哦，这个本来就这么做的嘛，哦。不过他在第二项这个主文字大法官人数与姓名，你们可啊？这国事会，你们司法国事会不是？对了，这个。跟各位报告，就等于公告买嘛。好，33条保留了，你们回去再跟你们院长说，司法公司会通过，为什么会违背啊？这个好，所以我们大概啊修正通过第41条，那54条，那第19条是有条件修正，那时代力量还会提出修正案，保留第10条。第32条、33条、第49条、61条，那现在我们进入53条的立法说明。那个，我们看那个司法院的一个立法说明，53条。来，下一队，来对。哦，还没有拿来，来赶快发。53条之，就是那一天我们请你们回去拟立法说明。那大家就翻开第53条是第几页啊？来，我看一下53条，第21页啊。啊，听见没？立法说明呢，就是上一次我们通过，但是啊，就是要黄委员是希望说他的立法说明要说明清楚。那个黄委员，你有看到没？好，来，按、啊、你立法说明有改了，可以的，好。好，那立法说明53条立法说明我们就通过了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啊附带决议案啊，来，我们有一个附带决议案，那个附带决议案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啊。来，有没有放下来？有，都有，就在这个司法院改革最后一章啊，最后一章，啊。哎，我也订照片。那个，来，那个，我们说要支持啊，本法自公布后3年实施，这个大家都有共识了嘛，哦，那就是3年啊内，我们要支持司法院做全面的改革。所以来，说完要不要说明一下附带决议的文字？这里面就是说，主要就是我们这一部法施行以后哈，那个整个大法官审理案件的模式呢，都采成变成法庭化，同时呢，最重要还要增加裁判的宪法审查啊，所以那个势必增加非常多的人力啊。但是因为呢，目前的最高法院这个整个司法及所属机关的总员额啊，受到中央政府机关总员额法最高限的限制已经满了，啊，已经满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附带决议里面呢，啊，就是希望行政院呢，啊，能够啊考量我们这样的一个增额的需求哈，啊，来修法，因为这个总员额法是行政院人事总处主管的。好，讲一下好了。好，这个其实要人哈，和经费嘛哈，哦。那司法院预算本来是独立于分内的嘛，对。好，哦。那经费我相信也不会增加到说没有办法接受的程度，比较有限的，啊，有限嘛。我们经费也比较有限。那总员额法还没修以前，不过这个有3年了，应该还好啊。3年后实施吧。对，因为我们跟这个人事总处有，这个可能要跟行政院去谈一下哈，哦。哎，对。好，哦。对。人事总处嘛，哈，哦。哎，人总处。这。相关的总员额要修，你要立完通过，先沟通。你要抓一下，你要多少人啊？
我们本来是要求的，不过人事总处那边经过谈了、哦，目前的法律是13900啊，13990位。那我们初步的一个共识说提高到15000，就正在1000多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希望，因为现在总员额法里面有一个条文啊，就是司法所属机关的员额都不能够增减，就是不能够调整的、啊，跟其他的院部不一样。对。啊，所以目前总员额法下，如果其他院有节省的人力，他可以灌到其他的部去，但司法机关不可以。我们希望将来，总员额提高到15000以后呢，加上一个弹性，就是说，如果有必要可以增，但不可以减，这样子。这个是初步的共识啊，跟人事总处这边这样子。那个附带决议也是给行政院做参考。对啊。表达对司法院的一个改革的支持。哎，总员额法第4条，你看一下，本法施行后哈，因组织改制后，地方政府业务移拨中央，中央机关所增加员非适用本法之员额，不受本法规定员额啊员额限制的，高限限制的。你是不是适用这个？就不，但是因为这个机关没有改制啊，没有改制哈。对，好，你跟人事总处谈一下，好吧？反正这个是请而已啊。好，来，黄伟。那针对司法院所提出来的附带决议这件事情，是要力量党团支持。那只是我多嘴一句啊。就是说，司法基层人力不足的这件事情，是一个长久以来就存在的事情，要面对。但是我相信秘书长心里也知道，就是现在处的恶性循环，就是要增加员额，要增加预算，但是社会上面对于司法的公信力跟信心一直都没有提升，在立法院这边有的时候也很难做。一方面不断的增加，给大家更多的资源，我相信大家都乐观其成。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说就监督淘汰不适任的司法人员这件事情做的还是这么差，甚至在上次修过那个50分的法官法完成了以后，做了2次全面的评核，都是大家都 OK， 这样的情况继续的出现的话，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还是会一样持续的存在。这个黄委员讲的啊、哦，大家对司法改革有极大的期待了啊、哦。那立法院愿意支持司法院在不管是人力经费这一方面的一个附带决议，但是基本上司法院还是要积极的来推动整个的一个改革的工作了啊、哦。我想附带决议我们就支持了，各党团有没有意见？这是我们就要写的。好，那如果没有意见，我就把今天的协商啊、哦、做一个结论了啊、哦。来，我们今天协商啊、哦，我们。第9条，我先说啊，一啊，协商结论一，第9条、第16条、第18条、第20条，你就一，我先处理一项了啊。我们保留的部分，大家希望各派几个代表上台发言，保留的部分呢，这个先来处理，因为协商结论会牵扯到这一点。那个要几个人？时代力量跟亲民党，你们希望几个人上台发言？每一个保留的条款。好，那各党团各派一人啊、哦，各一人，我就写上去哦。好。好，来，那我就宣读了啊、哦。
我就宣读啊、哦。你各一人的话，你们就把这个印下来，你就赶快影印送给四个党团，还有司法院，印啊、大概六份就可以了。天哪，赶快印。不啊，我这我爱念一个啊。那装清楚，装清楚的礼拜二嘛，这要签名呢、啊。哎、欸，今天就要画押、哦。我啊，礼拜二没有，我们保留的礼拜二你们可以提修正动议啊。这个可以啊，如果修正啊没有保留的就不能提就对了。没保留的，如果你们发现有问题，我们当然是保留提的空间就对了。保留提的空间 ，OK 好。我们有院长这句话，我就签了嘿。那你还要临时提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这个因为这个案件哦，要面对的这个案件，我觉得比较没有意识形态啦，而且我相信也不会多啦，因为已经讨论。买个箱就好啦。那个农民队哦，发给大家，赶快。都发了吗？来，我来念一遍啊、哦。协商结论啊、哦，一第九条、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九、六十、六十四、七十、七十一、八十三条、八十四、九十二、九十五，照协商条文通过，请看这个附件啊、哦。那第二立法说明修正部分啊，详附件我们也通过了啊、哦，也通过。三保留部分。第十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一条，那保留的部分，如果有党团提出修正动议案，获得其他党团的支持，也视为协商当天的有结论的共识哈。要保留剩下六条就对了。哎，保留剩下十九、三十二、三十三六条，四九六条，六十一六条嘛，好。是附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啊。我们刚才看的附件，五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那这个后面哦，我们虽然是审查通过，如果有党团哦，针对通过的啊法案有修正，提出再修正动议，那我们一样可以接受了哈。好、哦，这个就提出这表决前提到电脑出来，表决前了哈，就是在因为我们要。我们希望在处理这个案件之前就提出来，因为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就希望先读，不要影响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希望在进行这个法案的审理之前，你把通过的案子，你有再修正动议，你就提出来。规划多少时数？两点半。讲好。我们能开始开会。两点半以后不能提就对了。最好是因为我们有共识要先读。来，跟我讲这个。来，没跟你讲。没有，我觉得。标准清楚，一体适用，这样就好。好，因为两点半，我们来第，你们先看第六啊、哦。两点半开始。本案定于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院会进行处理，非保留部分啊、哦，宣读后均予以通过。非保留部分。啊、哦，因为啊、这个就是协商有共识的嘛。如果我们在两点半之前。你再提修正动议，我们就把它视为保留的部分，好，安尼好唔好？然后保留条文均暂保留，各保留条文进行处理前，由各党团推派代表各一人发言。加亲民后，阿伯人偌高讲啦哦，依亲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党、民进党团之顺序交叉发言，每人。发言的时间为三分钟，发言完毕后即进行保留条文之表决。好，没有问题哈，很清楚吧？这六条以外要再提的话，就两点半以前提。就两点半以前，好。那我们礼拜二下午就两点半开始开。好，来。两点半以前要不要再谈一下？请大家签。好，来，我就来。环卫保留条请处理。不人对保留条文，应该先从通过的条文先念。好，安尼你个阿伯，你就爱念这一块，讲讲念遐个念个。所以让大家还有可以看嘛。你保留的通过会不会联动到原来
没问题，不会哈。那如果以后我们就授权去做调整。大概我们那个时间大概都已经刚才都有调整过了。那如果我们我们还是请司法院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啊，这个保留的部分也会不会牵扯到其他的条文，要赶快做一个文字的一个检查了哈。然后到时候该提出来，我们就要赶快提出来，请啊看是哪一个党团提出一个修正动议哈。你带不签？你为什么？啊，有。你签就可以了啦。你代表过来，你签就可以。你回去，我们再拿，请秘书长拿给。另外哦，另外哎，那个等一下哎，下礼拜二的一点，我们来协商前瞻预算的程序。一点。几点？嗯啊，十二点你要开程序委员会啊。所以礼拜二要一点呢、啊，程序委员开完再来开前瞻预算的程序呢，那个很简单呐、啊，就是收案，还有整理。那早上我们在啊投票完就十二点，十二点人家啊、哦、好了啊、哦，那一点就结束，我们就进一场啊，那没几点钟了啊。哦